台，主要是要正能量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我一定做的啊。咱们一定要做到真诚啊，真诚面对所有孩子的困境。合适了咱们就签，不合适对对对咱们就各走各的。好嘞，那今天第一场啊，来吧。你就作为一个婚礼司仪，让他俩拜个堂吧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这边怎么拜的啊。啊，新郎，你坐上啊，我得坐这啊，姐坐这啊。来，新郎新娘准备好哈，拜堂哈、啊。来，对了，一拜天地，日月同辉，转过去。二拜高堂，父母安康，两个人对着。夫妻对拜，大家来！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们这只是个游戏，不能送洞房哈、啊。来，对对，各回各家呗，各回各房啊，纯属游戏。来吧，咱们书归正传啊。刚才这位帅哥说了啊，刚才他是我的贤婿，这会儿他就是一个上来想偶遇朋友的一个人吧啊。嗯，你来介绍一下吧。我是江西。延上的，然后在上老，在那个工厂上班。我想找一个就是要什么呢？比较花心吧。不，什么不花心那种？就找一个真诚一点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哪有多少花心的呀？啊，那花心肯定有一点那个什么，证明你各方面是不是有欠缺的地方？或者是身体不行，或者钱不行，逗你玩的啊，不能说。主要是他花心也好，你花心也好，还是没，那不是真正的缘分，好吧？今天想遇到一个啊，来，他是咱们盐山人是吧？啊，盐山人，他离过姨啊，有没有孩子？有、几个？两个，一个跟我，一个。啊，一个男孩，女孩吗？两个啊，两个儿子啊，一个跟他，一个跟他跟你啊。你想找一个人什么样的？年龄在多大？岁数？八三年以下了。啊，八三年是多大的？八三年是四十一岁的啊啊。然后他啊41岁，41岁以下，30岁以上的。啊，30岁以上，40岁以啊，四十岁。41岁以下，30岁以上的。对。那你现在什么工作吗？我是工厂上班。在工厂上班哈，行。来，有没有40岁以下、30岁以上的那个啊？离异的也行啊，未婚的也行，向他走来的，有吗？你要找40岁以上的啊？行。没有啊，够呛啊，今天下着雨的啊。那个有人举手，但是是个男的，哪个？其实我给你们提供这个平台，让你们交朋友，哪个？真的可以吗？你来上来来，来上来，介绍认识不一定就是你的媳妇儿了啊，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啊？反正是你上来了，有人为你上来，可能希望就多一点。来来来，慢一点，美女啊，一会儿摔到了啊。来，话筒递一个吧。嗯，行，来，行。害怕吗？啊，不害怕啊，有干娘在的啊。来，拿着话筒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有编制的，考的是医生，然后全科医生。哦，你是河南的，现在目前流窜到福建。考编制考到福建的。哦，考编制考到福建的。啊，那你今天怎么跑到咱们那个江西的上饶可仙村来了？我是刷抖音刷到那个干娘来到这里的。哦，干娘的歌。啊，你是想看看干娘是吧？是，那你如果今天要是就说看不到话，我可能是下次要去婺源婺女洲那。哦，你是啊、哦，就你就说你想来看看有没有缘人能认识一下，是吧？啊、哦，你好好看看干娘吧，干娘61岁了，怎么样？漂亮，
精神倍儿饱满的，是是、啊、那就行了，像比抖音上还要漂亮10倍我抖音都不是人啊，所以说要学习我的心态啊。我看你心态也不错，你是向他走来的吗？有一点，不是啊，有一点。你也是临沂的吗？临沂，我不是临沂的，我是未婚。你到现在未婚呀？多大了？我也是83年的，跟你一样。83年的未婚的。啊。哦，你天天考学考学。妈妈。河南考不上，咱们不上外头吗？要考的福建去了，终于考上了，个人的事儿就耽误了，是吧？到现在还独身呢，这一辈子老亏呀、啊，你知道吧？像我20多岁都被处理了，你看看。行，来，你是为他来的哈？啊，你感觉这个男人可靠吗？嗯，可靠。可靠啊？这个不能，你没有恋爱的经验，你不能说看着男人都可靠，可靠还是离婚呢？哦，不是。这样吧啊，我问你是这意思，为什么你不在河南找，跑到江西来呢？你将来能不能从福建来到咱们江西，来到上饶呢？不会的，然后我就想找一个去福建的。那你看看，这我估计都不可能的。他两个孩子，他身边有一个男孩，那边还有一个男孩，前任带一个。是这样的，我一般就是以前两个孩子买房子，一人一套。嗯。然后就是那是2000年。被买房子嘛，那时候不是说首付贵嘛，房子就离婚，假离婚变成真离婚。哦，假离婚变成真离婚。看了，他是这儿的人，你能舍弃这儿去福建吗？不可能吧。但是我是因为我房子嘛，这边我有儿子，我还有孩子。哎，他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儿子。妈妈不在，我妈妈10多年走。哦，就剩一个父亲了。你从福建能为他舍弃你那个考了那么艰辛的那个学业吗？医生吗？不会舍弃的。哦，会交个朋友啊。他说年龄可以交个朋友，交朋友听到了没有啊？你可不要把他当成将来你可以可以那个依靠的，或者可以揽入怀中的那个老婆了。他跟你交朋友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啊。那你们俩加个微信吧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吧，只当以后这儿有一个老弟吧，或者老哥吧啊，在这儿你反正来，只当走亲戚来这儿转一转看一看还是可以的，好吧啊，来加个微信啊。嗯，这个事儿你到现在没结婚啊，不是啊？你想报个号码呀？哦，那你意思还不想给他加微吗？那你这样吧，既然这个哥哥可能你不想给他加微，你把你的条件啊，刚才也说了，有没有像这位姐姐走来的，反正年龄在45岁，45岁以下都可以。他是未婚的啊，他也说了你们是已婚的，他也不反对啊，有没有？你多大啊，宝贝儿？27，40多了，你这在挑战我的底线呀，宝贝儿啊。你多大了？啊？啊？那32也小。你看88年的多大了？还8几年呢？83年的，41了呀。啊、哦，41了啊。他没有谈过恋爱。啊，我也不想让你们上来就加个微信啊。啊？这个呀，这个不行。他来了4天了。啊？他来个4天了。告诉你。我跟你让你俩加微信，我就在犯罪，你知道吧？你都没想想，他都没谈过恋爱，加了微信，完了这一辈子毁到你身上，多亏呀！啊，来哪个？刚才那个举手的啊，他现在至今未婚，40岁了，有吗？没有啊。年龄大一点，后面有吗？后面有，后面的，后面，你们可以往前走走啊！真的可以，真心来这儿交友的，真心来这儿交友的都可以上来啊！年龄45岁以下，离异的可以啊。他现在在福建工作，在福建。
前面的是少了一点，有了吧？你们往前走走来，往前走走。哪里呀？你多大了？83年的，属猪的，83年属猪的啊。来，你上来来。我估计他也是离异，嗯，那没办法呀。你看那个80几年，像你这么淡定没有成家的，那是你是为了事业。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离异的。如果他要如果是也单着了哈，没结过婚，你俩真的可以处理。张、来，83年，你88年，83，啊，你也83，啊，你们俩都是40，来来来。来，帅哥，问一下，你是83年的吗？刚刚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江西景德镇乐平。乐平，江西景德镇的。你婚保呢？至今未婚。真的？真的呀？真的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我身份证带来了。啊？我身份证带来了。啊，行。你们俩同年，他未婚，你也未婚。那你为什么呢？没结婚呢？我就纳闷，人家是考学考试，人家有目标，你是为什么？我是因为那个缘分会高考的啊，有可遇不可求啊。那你啊，对对，你说实话，我赞成，知道吧？啊，缘分没到，今天你看缘分是不是有点想到了？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点，就是不知道这位女士对我有什么感觉啊？别紧张，那嘴都哆嗦了，普通话说的我都听不懂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吧？啊，他说的不知道你这位女士对他什么感觉啊？你也说不出来了啊！我的天哪，看起来缘分要到了啊！差不多吧，脸都红了，我的天哪！你别动。我这在调节气氛啊，我这调节气氛，让大家在欢乐啊，互相没有那种啊尴尬的那个时刻啊，互相的了解啊。他问你呢，感觉怎么样？学历高中，但是我文凭非常好，嗯，文凭然后呢，工作之余呢，喜欢干一些公益活动，嗯，帮助他人，快乐自己，你看正能量呀，啊。我告诉你，80几年的人哈，你要问学历，哎呀，说呢，学历只能代表过去，对，但是我们要看人品，嗯，毕竟是跟人过日子，嗯，不是跟学历过日子，对，你看看，三观怎么样？跟人过日子，不跟学历过日子啊！我告诉你，特别有学问的人，我就不食人间烟火，那都不能过日子啊！你说说，一天到晚看着书，嗯啊呀啊耶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他都不认识你了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交流吗？可以啊。那他是福建的呀？那你愿意领家吗？我乐平的，我不能当做你们上面女婿，我父母给你摆的呀。他说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？他说的他不能做上门女婿啊，他家因为我是独生子，他就一个。如果我不是独生子，随你挑。瞧这嘴。我不是独生子，要跟我这独生子才行了，交个朋友，如果感觉可以，告诉你啊，就把你们那学业放弃了。你只要会医的话，到哪都可以医人，知道吧？啊，到哪都可以给人看病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等我退休才能去。我的娘呀，退休了，你等到天皇帝老都管他了。那菜花都凉了。嗯，菜好花菜都凉了啊。那你说这咋整啊？啊，想不想交朋友？不想交朋友，咱们就那什么，可以交个朋友，先聊着点行吗？啊，他不愿意眼下交朋友，这么没意思。交朋友，说不定我告诉你，你又有文化，又会说，啊，你用你的精神俘虏他，说不定哪天他就过来了。他就说到退休来乐平，他是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一个月以前我还不想来葛仙村呢，我还没决定呢。我就看到这边人热情，孩子们叫我干娘，我们一怎么我才来的嘛？人的思想是奔着意志而转移的啊！你又能说又会道，啊，你用精神俘虏他，我都不相信，你知道吧？用精神俘虏他，
用肉体蹂躏。哎呀，妈妈说，说偏了，说偏了啊！交个朋友吧，宝贝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勇敢的迈出一步。你要如果这一辈子就不喜欢婚姻，不喜欢家庭，你就打住，我就不再想了，我就独身主义过到头拉倒。嗯，现在你又想有一个人喜欢你，又想成立家庭，你又不放进事业，女人不要太有才了啊！啊，你要抱个号码啊？那好好好，那完了他又跑，来抱个号码，抱个号码，来吧啊！啊，你抱吧，你快点。131-7817-5769。嗯嗯，好好好好，嗯、啊，那好吧，行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，宝贝儿，好，祝你好运吧，好，祝你好运，好的好的，啊、来，咋办呢？黄花菜，黄花菜两喽。嗯，你也报个号下去吧。啊，我们早睡也没用。啊，你先找一下，来，你也来，让他俩来啊。要不然你也报个号吧。啊，刚刚不是说有那个，45岁吗？45岁的有没有啊？有吗？我到30岁都可以。你们乱吵不行的啊，要举手的啊。来，哪里？来啊！有一个条件哈，你们谁是就是能够上老人啊？就是接受远嫁的人啊。你说的你想找一个远上老人是吧？不是上老人啊，接受远嫁也行。你接受远嫁的啊，外地的女姑娘也行啊。对，不管你是哪的啊，只要喜欢他们，你都可以走上来啊。但是年龄一定记住啊，这个是未婚，这个是已婚的。哪个向谁走来的？哪个？哪个啊？你现在不能上，我现在把他俩解决啊，看上哪个？一定要真心的哈。哎，不行，你把他俩的事情解决了啊。你们慢一点，让给姐姐让条路，来给姐姐让条路啊。美女，马上你们上啊！我把哥哥处理掉啊！我一定让你们上啊！来了吗？啊？他不找他吧？他不找你，哪里是找他的啊？来，45岁啊，要不然报个号码吧。行啊，确实啊，哪个？那个不是向他走来，你们别起哄啊！上来了不是向他走来的，没有用的啊！这样的话，你们向他走来又报个号码，又不喜欢，伤害太大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来吧，报个号码吧，报个号码吧。嗯，现在有没有真心的，就是说想交朋友的？真心交朋友的啊，真心。刚才我都指了两个，他们都不上来了。这个男的喜欢他呀？男的行吗？你是在挑战他的底线啊！人家饿也不能要，也不能饿成这种程度，男女不分了，你看看啊！后面的有吗？没有，报个号码吧。我知道你们对爱情可渴望，但是真的，我只是给你们提供平台，让你们接个朋友，不是让你们带个媳妇回家就过日子的，还得缘分还得你们自己看啊、哦！好吧，报个号码来吧。153-0793-7139。啊，好，记住了吧？啊，行，祝你好运吧，好吧？啊，可以，来啊，可以，啊，行，抓紧时间。来，你看看你早干嘛的？来，上来。啊，再来啊，来。也不是找他了，有没有喜欢我的？我未婚哟，至今未婚，还是单身。做销售的，月薪过万，工作之余的干一些小副业，家电维修，家电清洗。哎，他未婚的啊，有没有？你们几个，他未婚的。没有啊，不是表演，你们疯狂的在叫啊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有吗？未婚的呀，我至今未婚啊，曾未结婚哦。哪个？
未婚呐、啊，有吗？他未婚叔呢？走的，让他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来，我先问你宝贝儿啊，你先上来，淋着淋着了，慢点慢点，别摔着了。你的天哪，穿的太薄了吧，乖啊！嗯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就上来，谁给你推上来的呀？你呀、啊，你给他推上来干嘛呀？你喜欢他吗？不能，我谢谢他。从很远地方过来啊。我现在先给哥哥这个事情解决了啊，有没有向他走来的？没有了就报号码，没办法。你们那么多嗷叫，哎呀，在家都，我怎么说你们？向他走来的，有没有啊？你看他渴望的眼神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报个号码，报个号码吧。好的，我的号码记一下哈。153-9798-6399啊，好，153-9798-6399，喜欢我就联系我，谢谢，好，大家能可以吗？嗯，行，来来来，那两个姑娘上来下大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抓紧时间！那姑娘来了没有？来了，上来来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是来干嘛的？你知道吗？相亲的嘛，先把你的事情解决了。来，拿话筒来啊！我都纳闷，你穿这么多不冷啊？穿着不冷啊？热血沸腾，见到这儿了就想抱个男人回家是吧？啊，那就对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！你的雨越下越大了，真的不能耽误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看，啊，你先解决你的事情，赶快抓紧时间，雨越下越大，你看他们都没穿雨衣，快点来啊！好，来，哪里的？江西宜春的。江西宜春的，年龄27岁。27岁，啊、没有婚史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在哪里工作？体制内。哦，体制内。好，我都纳闷，你们这体制内的女孩真的要求太高了啊！也许是圈子有点小啊，就是职业包括你们的学历都不匹配，所以说27岁了还没有对象是吧？啊，好，来，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，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男朋友？我也想找个体制内的。也想找个体制内的，雨下得越来越大的，我的妈呀！体制内的，30岁的有没有？年龄呢？年龄呢？30岁，30岁啊，体制啊，那就说好了，30岁的体制内的，地区你是上饶的吗？宜春的啊，宜春的啊，他想找个宜春的，有没有？一定是体制内的啊，您体制内的吗？啊，自己创业的不行啊，行不行啊？自己创业的，戴眼镜的，在被考虑。下大了，真的。我需要1.75米左右，因为我自己也有1.65米。嗯，你都跑上来，他太滑了，太滑了。他要个1.75米的呀。啊，你不达标呀，宝贝儿，咋办？啊，达标了。他啊，1.75米的，体制内的，体制内的啊，1.75米的。我看今天这雨下太大了啊，后面的有吗？后面的，没有人。你是体制内的吗？你多大了？27，你小1岁，哪里人？我也是。啊？不懂，他说他哪里人？云南的，行吗？好像离得有一点远。离得远，你试试看嘛，来，叫那个男孩子上来，来。哪个哪个？你哪个格子衣服的？他们打的伞我都看不到。格子伞下面那个啊，哪个？就是，是不是他没看你那个？来，后面打格子伞那个小格子伞那个男士，打伞那个男士，来来来，他不是来相亲的，他来看热闹的。我看，
我叫了三遍他都没吭声。后面那个打嗝嗝伞那个就是你，你有没有啊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啊？哦，他不。这个是体制内的吗？啊？这个。打个红伞的那个，来来来，从这儿上来来。哎呦，我这雨越下越大，雨太大了，我不想，怕他们都临时感冒了。咱们时间缩短一点，如果你们都是来这正儿八经交朋友的啊，咱们就快一点。真的，你们记住了哈。只是在这交朋友，不是说让你们来这领丈夫领女婿的啊，或者领老婆的。哪个哪个好好，快抓紧时间啊。啊，哪个？他还没说完呢，你说哪个？蓝色的手举的那个蓝色的，那你让他上来，来看好了啊。你是说问他先介绍介绍他，然后再介绍他，好不好？来，哪里的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江西农村的，上港这边的。给你一个地方，哪个村的？在这边做一个小事情。你是不是体制内的？我自己做小事情。你看看，你都不明白了，那么急匆匆的上来，他要他们对的，他们喊上来啥呀？你自己起上来的，我都看得到了啊，那不行了啊，那不行了，来，来来来，你这个小伙过来，啊，你好你好啊，离了半天了，啊，你是体制内的吗？我是那个也是做生意的，我几个公司，要是体制内我也是公务员，啊，对，我是公务员，但是我那个。这两年我就没去做了，就自己那个创业。对，创业。嗯，现在开了几个公司。其实他说他以前做了两年公务员，下海了，自己干了。总归来说，他能养活他自己，也能养活别人。我一个月基本上10万以上。啊、嗯，工作稳定，就是说。我今年也是成立来了，我带跟你说，金哥娘的。一个月10万。一个月还是一年？一个月。哦，一个月。不要把你这个那么物质的思想摆出来啊！好的好的，你就觉得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你喜欢我就谈，我喜欢我就走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对，啊，有钱没钱先说有钱，你们现在年轻，你也是，没啊，人家没说要钱啊，我只是表达，要啥自行车？他经济还是可以的啊，但是他不是体制内的，你感觉行不行？哪个得移植？我是浙江的，浙江。哦，浙江哪里的？浙江绍兴，浙江出西施的地方。啊，出西施的地方，还有那个谁，绍兴，太远。听到没有？我感觉现在啊，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，其实近是距离，太近了，开车3小时。嗯。开车过来的，他已经明确的拒绝了你啊，太远，没有关系的，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啊，我足够自信，啊，个子也挺高，那咋弄？这俩都不行啊，你看啊，那咋办呢？报个号码吧，宝贝儿，好吧，真的，今天下，啊，我现在发现哈，那个，我现在发现咱们江西的女孩子硬性指标比较高啊，真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很难在现场偶遇另一半，你知道吧，我是给你们提供平台让你们交朋友，多多走出家门去恋爱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估计他是不是勾起一个美好的回忆啊，你不行我再找啊，就想让你们早点找到另一半，早点结婚，不一定来到这儿就是一加个微信可能这辈子就成了，不是那样的啊，可以先认识一下啊，都是认识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认识了你，你后面是不是也有闺蜜圈呢？他是不是也有一帮子圈子呀？啊，我们俩如果谈不拢，我有个哥们儿挺喜欢你，这样的机遇就大一点，让你们在恋爱的路上少走弯路啊，把时间节省下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让你们见面明天就入洞房，财政局在这都给你盖章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交朋友就是这个意思。
你觉得能交吗？不能交咱就让他好向后退，啊，你就报个号码，啊，报个号码吧，啊，行，你往后退点吧，报个号码吧，157-7099-3627，对，喜欢这个女孩的啊，自媒体的啊，你们也可以跟她多多曝光，她是体制内的，她想找一个就是跟她一样体制内的安稳的工作的啊，好，来，行，你跟，啊。先别着急，你先下去，我把他们几个解决了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行，你跟着媒婆二婆下去吧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快快，好，我祝福你啊，宝贝儿啊，行行，来来，赶快穿件衣服，把雨衣穿起来啊，来来来，很激动啊，这不行啊，衣服都湿透了呀，啊啊，好看。真好看，后面这个好用，真养眼，好喜欢呢、哦。害羞，别害羞，来，乖，站过来。哪里的？南昌的。南昌的啊，话筒稍微高一点，免得他们听不到啊、嗯。南昌的，年龄呢？嗯，属兔子。属兔子，今年是24，是不是？25了啊。26，兔子啊，上学还是工作了？工作了。工作在南昌工作是吧？是的。你想偶遇一个什么样的？我觉得是两个人一起努力。你看，这年轻人就不一样，跟刚才那姐姐那个思想就不一样。人家说想要两个人一起努力的，啊，就是越过越好。越过那肯定是越过越好啊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嘛啊，肯定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那个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可能身高比我高。身高1.8米。肯定要1.8米以上，因为我挺高的。哦，得1.8米以上的，困难不困难呢？我的天哪！1.8米以上的，然后也必须在南昌吗？香港南昌的，因为父母。哦，他是南昌人，他想找南昌的啊，想偶遇一个南昌的，然后工作无所谓，工作不工作无所谓，只要肯干，越干越好的那种。门什么叫门当户对啊、就是、我的宝贝儿。就是说现在都是不是说要有车有房吗？哦，你的意思那、嗯、你不是说的吗，你说的，哎呀，只要一起努力就行了，现在又来个门当户对，又来个有房有车，那后面还有啥？还得有厂。那不至于。嗯嗯，不至于，就是父母的话呢是想要，就是需要南昌本地的，我想要。那意思就是说找个南昌本地的，有哦，那个有车有房，车倒无所谓。嗯嗯，有房子，家，嗯，有房就是说有个安乐窝的，然后这个男孩还比较上进，上进，反正是挣多少，他既然能买得起车，买得起房，我估计他自己本身的资本也不差，对吧？就是还是要稍微哎这个、充足一点的啊，这个有没有南昌的？你自己看啊，你自己看，哪个？人家都把头低下去了，光这个条件都害怕了。哪个？你自己看吧，反正美女在那放着呢，长得又好看，又温柔，啊。你得问他呀，哎，美女，他问你呢，自己创业的。嗯，你有多高？人要1.85米，差10公分呢。啊？你们家自己开公司的？但是他个子不行啊，人家考虑人家后代呢。啊？1米，哎，这个男孩子有一个个子高高的。你把站直了给我。站直了，那个男孩子穿个黑衣服的，1.几米？后面那个1.几米？1.9米哈？你是哪里的？上饶的，你看，来，你上来我看一下。妈妈，来，让他进来，来。你把这个啥？
帅啊！来，站在跟前，老公。怎么样，个子行吗？年龄？25，年龄也可以，上饶的你也可以接受，是吧？啊，关键你们家有没有房？有车吗？嗯，自己也有车。你也有车啊？有房有车，那他如果在上饶，你在南昌，你是不是觉得？啊，哦，就是意思你们俩就是分居就也行哈，不在一个城市也行。我的意思就问你，你是能嫁到这一米？没有。一米八八的个子也够高的了啊，真的是够高的了。先从朋友做起，如果你俩谈得来，彼此能碰撞出火花，我估计什么车呀、房啊、什么异地啊，都是小意思，知道吧？两个人努力就好。对，你们两个人努力就好了，好不好啊？来加个微吧。嗯。今天下着雨啊，你记着了啊，下雨他要需要一个打伞的人啊，要保护好他，听见没有？加了没有？行吧，嗯，对，可以聊一下啊。你们俩现在年龄都还小，可以多多的沟通。你像你要如果是30多了，我都不劝你们再沟通了。沟通那么一个月，感觉不行，快刀斩乱麻，谁都别当了神的事儿了。你们还年轻，给对方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多沟通，多交流，但是一定要真诚啊。嗯，现在是冲动的，啊。下去以后呢，就可千万不要这么冲动啊，多了解好不好？来，雨衣拿一个吧，你去给他。谢谢。你没有雨衣啊？来，你下去跟他一块儿去，跟着二婆领个礼物啊，啊，啊，来来来，你招呼着他，来宝贝儿，小心别摔到了啊，来来来，开始。干娘好。你跟他一块儿来的是吗？啊，你俩是姐妹，你也是南昌人。对，南昌人。你年龄呢？我98的。98多大？26。26岁，比那个大1岁。你现在什么工作啊？我是房地产的人。哦，卖房子的吧？嗯。啊。物业那边。销售。嗯。是吧？对。那你想偶遇一个什么样的呢？我想偶遇一个工作比较稳定，然后比较有责任心的。工作稳定。有责任心的，工作稳定，那得收入多少啊？我现在一上来得先问你们最基本的收入多少？昨天一个姑娘跟我说，最起码收入25000的，那也叫稳定；那收入3000的也叫稳定，最起码心里有个数吧。10000左右吧。啊，也是每个月收入10000左右，啊，很稳定的啊，行吗？行。然后是要哪里的？南昌那边的吧。最好南昌的。啊，最好周边的也可以啊，南昌周边的都可以啊。来，个子来，个子，一七八左右，南昌的，南昌的啊。你是南昌的吗？谁是南昌的？啊？26岁啊，南昌的呀，你们有南昌的吗？你真是南昌的吗？太小了呀，宝贝，你多大？你26岁了，叫姐姐看一下来。你是南昌的吗？啊？啊？你26岁真不像，你看，我像啊，他长得嫩是吧？哎呀，长得真嫩呐！我喜欢成熟一点的，不喜欢嫩的。你是南昌的？他喜欢他好久了。啊？不是，啊你，他是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跟你说说吧。这个想不想听啊？他对我耳朵说，干娘，我恶心死他了。
没有，他说他不喜欢你啊，所以说逗你们开心了啊。啊，这边其实有两个做生意的，后面还有三个，但是我觉得个子可能都不配啊，都有点跟你不般配。嗯，哪个？好多人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也别在这乱吃，特别是二婆，你不要说跟我老天，你就跟那个发情的母老虎一样啊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咱不能让他们主动上来，你像他主动的在喊想上来，那证明真的是挺喜欢他的，那但是我感觉他们俩不合适，咱们就不要那什么，咱们就不要给他们愣往一块搭，如果喜欢可以主动上来，哪怕你稍稍的举一下手，干娘都喜欢。你看他一直在摇头，你说上来有什么用？证明他俩真的没有缘分啊！他一直在摇头，没有办法。你让他拉上来，他也是很尴尬的，对吧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今天真结不到缘，我们可以报个号码。你吗？其实你可以再看看啊，可以再看看。等我们上去玩。我其实都想让你们每个人带着希望来啊，满载而归，但是这我也不是万能的嘴，我也不是长得透视眼啊，我只能现场看。我总感觉你年龄有点小哎，28了，你是哪里人啊？九江人啊。他是南昌的，气质多稳重，戴个眼镜。你那个事业怎么样？工作怎么样？单位上班的，单位上班的，个子有多高？啊？170，稍微有点矮。170，177呀。就戴眼镜那些。他是觉得你挺嫩的，他想要一个稍微带点沧桑感的，啊，你也不行，你看看这边的，都不行啊，这没有看中的，宝贝儿啊，26岁了。对，你看宝贝儿不要太挑了，给他们一次机会啊，真的，为什么我感觉我来到南昌以后，这个年龄大的女孩子都没有结婚，我才知道可能就是你们现在太挑了，真的太挑了，在现场多少优秀的男孩子呀，啊，你们把尺度放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两个人对眼，工作上形象上都匹配的 OK 了，将来我告诉你，两口子一块奋斗挣钱，那吃着不香吗？啊，非得要求一个月那男方得挣那么多钱，你想想，这男孩子都累死呀，这累死了，咱们都是寡妇，到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真的，只要他跟你一心一意的，我觉得别的都不要考虑那么多，啊，挣钱多有什么意思呀？在外面你知道吧？啊，风花雪月给你抛抛家。总有一天他烦你的一天的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个女男孩子个子很高，向你招手。你是哪里的？啊，找一个工作很稳定的啊，吃点家常饭，到你过生日的时候跟你来点浪漫就足以了啊，对不对？哪个是南昌人？不行，1.8米，啊。他今天没看，主要今天你也看不准，干娘也看不准，为什么都穿着雨衣的，长得都一个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看不出来他们形象了啊！啊，喜欢他是吧？他说他喜欢你，我都他喜欢你半天了啊！这么多优秀的孩子，你都看不上啊！啊，我的妈呀！
我是推荐我这种相亲平台的第一站，真的，我觉得在这一站我就觉得挺累的，真的挺累的。啊？了解，他连了解都不给你们机会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？我说的意思也是这样啊。其实这边的男孩子多好呀，啊，戴眼镜的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很稳重的呀，你看看没有？啊，不小，他你今年二十几？28，比你大两岁。他长得好嫩呐。他长得好嫩，他嫩啥呀？他嫩，你上来拿胡子扎他扎，看看有没有胡子。来，你上来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一次只是从眼睛看了看，你跟他聊天你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样了，适不适合你，适合你就谈，不适合你你就给他拉黑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来，你看看这还，我都不相信这咋了，你愣说人家年轻，年轻吗？28岁了啊，看一看哪里人。九江人啊。你还有稳定的职业吧？嗯，在单位上班。单位的工资都不高，就是，可能没有他10000的那么要求，那么高的要求。他稳，他的工作很稳定。但是是独生子。他是独生子。嗯。他说他没有演员，也没感觉。我觉得这男孩子蛮帅的，你们说帅不帅啊？真的挺帅的。没有办法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我也不能勉强让人俩认识，对吧？啊，这么帅的，那你报个网号吧。啊，干娘只能帮到你这里了。啊，你现在就是皇太后，我告诉你啊，选这些太监的，选了好几个。你要是看上了，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好吧？雨越下越大了，啊，那你不报了啊？来来来，这些自媒体的啊，啊，好好照一照南昌的姑娘啊，她也不能说她要求条件高啊，也不能说她要求条件低，还是没有缘分，有喜欢她了可以艾特她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啊，我的娘，你看那边还有啊，那就算了吧，啊，你还。他还不死心，你说还要想看看，从这儿看到那儿，他还想看看，那算了，注意点，打个伞啊！来吧，咱们就死在这里啊！谁愿意上南昌那来？谁愿意向这个九江的小伙来的？你愿意吗？来，上来来，宝贝儿。来拉他一把，哎呦呦，别脱了啊，衣服不要脱了，这穿的，你这老天，你多大了宝贝儿？我属犬的。多大了？11年的。24，你是向着哥哥走来的？对，来，你可以问问他，你问问他，24。你多大？大4岁，28。他是九江人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福州的。福州的呀，江啊，嘉兴福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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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州啊！我那天都因为一个福州，我念了不老清楚，福州是吧？福州。啊，来自嘉兴福州，你知道在哪吗？啊，可不是那个福州，是个福州啊啊，24，干什么工作的宝贝儿？做客服。啊，客服就是人家自媒体客服呗。淘宝客服，那也有，那也算有个工作是吧？也算有个工作。他是向你走来的，你敢？我觉得你俩挺好的，啊。这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如果你俩像好啊，如果真的要是交往的话，你有一份
安逸的工作，安逸的工作，对吧？就是汉堡保持，完了你挣不挣钱？这个月挣钱了就多花点，下个月不挣钱就少花点。这种能行不？啊，可以。你呢？你有点 hold 不住了，啊，是不是？他有点害怕了，嗯，有点害怕，嗯，他不是，因为你太美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怕他满足不了你了，嗯。来吧，先给这个帅哥来，来，有没有向这个帅哥走来的？真心来交友的啊，连话都不敢说了，啊，啊，两个美女，哪个两个美女？我不是。愿意向这个帅哥走来的先上来，来，嗯，有没有炫炫？哪个？不是，你们听听他讲话，我都听不到他们讲的什么啊！愿意向这个帅哥走来的，来举一下手。你是吧？你二十几岁了？二十二。二十九，你二十八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比我小一点，有可能还比小一点啊，还是他想找一个比他小一点的。那二十四岁的你又 hold 不住，你看看二十四的啊，二十七、二十六、二十五的都行，有吗？啊，其实后面很多女孩子那伞挡住了都啊。有没有向这哥走来的？啊，你多大了？你看，一问你们多大了，你们就扭头。年龄太小，他不敢，你知道吧？二十八了，奔着结婚来的。如果合适谈两年，人家结婚了。你们都二十二、二十三，你弄三年，你二十三是吧？你弄三年，你把哥哥害苦了。你三十，他说要一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，二十七岁的。嗯，你三十了呀？二十二太小了啊，二十四的他都不敢要，他要你二十二的就怕死了啊。后面的女孩有没有？不行了你就报号码，没有办法了。今天下着雨，说实在的啊，我觉得心情都有点糟糕了啊，心情都有点糟糕了。年龄啊，你也要求那么死啊，我知道啊。告诉我，他说你年龄小，就刚才我说那个，他怕跟你交流，就是说沟通了解一段以后，他要爱上你了，哎，你就把他抛弃，他害怕受伤，主要是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给你三个月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你们俩了解，三个月如果不行，立马给他拉黑，好吧？我觉得还是算了。嗯。他也害怕，说还是算了。我说就三个月，因为你年龄大了啊，我也怕他二十四的，你比他大四岁，然后你们交流交流到最后，他怕他伤害你，就是这，是吧？嗯，来吧，二十七的没有的话就报号码了啊，啊，报个号码吧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也看了半天，后面的女孩子挺多的，你看，其实你们那儿有个姻缘墙啊，如果上不来，到那儿写写也行，好吧？报个号码，嗯，好吧。那我就微信吧。啊，可以啊。小写的 A 幺幺七三二一四七七三。你报这个号码，我估计他们也听不见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报号码吧。手机号码。哦，那行吧，你们让那个不要报那个号码了。就是咱们这自媒体多播一播啊，感觉这个男孩可以的话，可以艾特他啊。那个可以在底下问。其实我昨天就看到有一个视频的写，我喜欢这个女孩，有没有她联系的方法？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人就在问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找着对象嘛，找着朋友，他们的手机上都在问，都有机会啊。还有，还有你们记住了啊。我有一个抖音号叫开封王婆，后面括弧赵梅，赵梅是我的大名。那里面现在有大概有100个，将近80个吧，100个那个群了，全是粉丝群。
里面有天南海北的那个孩子们都在那里面，把他们真实的年龄还有照片都发上去了。很多一个女孩最多有100多个人在艾特她，我行吗？我行吗？哪里人都有，还有的已经正在啊热恋当中的，一切都有可能，好吧？你就直接报啊，直接去加我的粉丝团就行了，好吧？嗯，可以可以的。行行，好吧，这雨下得很大哦，真的。星期四都来了，那你那天怎么？那天说明有你的缘分，你就不上。你看这人，没有勇气，今天上来了就这个样子。你看来了就要上来啊，宝贝儿，啊，冲冲冲呀！你不上来谁能聊你？那天多少女孩子呀？没事儿，物理周再见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跟着啊那个二婆走吧。嗯，来来来，啊，机会机会机会，快！下雨太大了，然后报个号码吧。今天女孩子真的太少了啊。报号码。啊，你介绍是哪里？我是江西上饶盐山本地的。盐山本地的。对。嗯。然后。年龄。年龄94年的。94年的。对，啊，目前的话是自己在做生意，啊，上饶做我们传统行业。哦哦哦。对。那你想偶遇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吗？里面的一句话叫不是万千无爱有三，日为亲，月为木。我好紧张，我跟你说不要紧张，没事。亲为朝朝暮暮，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太浮躁了。爱情最好的方式是你喜欢我的同时我也喜欢你，携手共进白头到老。对，太实在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想，那不就好办了？要我这红娘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对，啊，就不用开茶馆了啊！现在我是想真的，就跟你说的一样，我是想让你们年轻人少走那个弯路，啊，因为你们现在生活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一般都为了奔着挣钱、挣钱、挣钱，啊，对对对。所以说呢，哎呀，出来谈恋爱的机会很少，对，圈子也小。基本上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就没有谈。对呀，啊，你看你一直在做生意搞钱搞钱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呀，啊？啊，事业家庭两不误才是真是活得逍遥的人生啊！行了，报个号码吧啊！想找个什么样？要不咱现场偶遇一下，看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喜欢这个男孩子的？没有。啊，换戴眼镜那个啊，再换另外一个戴眼镜的，你喜欢他是吧？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报个号码吧。报个号码吧。嗯，16657104926。好，嗯，记住了吧？对，我也祝你好运吧。希望有相信爱情，并且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女孩子，可以加下我微信。父母双职工，不用担心，而且自己也能挣钱。嗯，钱不是问题。对，嗯，多好啊！啊，好吧。祝你好运吧，宝宝。谢谢。没事，到我们开封去做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嗯嗯，来，行，从那边下吧。来，戴眼镜的。他已经仰慕你很久了啊！来来来，谁喜欢他上来吧，上来来。啥都没说的，他都喜欢死你了，这叫缘分吧？来来来，上来吧，宝贝儿。女孩子上来了，来来来，来那个女孩子上来吧，来，来来来，上来了，这边这边。你介绍一下你自己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重庆的，我们是做了自动化系统的，然后重庆是总公司，然后我在这边分公司负责管理。听明白了吗？他是哪里的？重庆的啊，那你也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江西上饶盐山的。本地的啊，年龄呢？89年。你是九几年？我96年的。
实他看的没那么大呀。你有过婚史吗？嗯，有过。有孩子吗？有。有啊，啊，你能接受吗？我是未婚。嗯，你是未婚。然后我一路走来，包括车子、房子，都是我一个人努力攒点钱买。嗯。然后我也是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，认认真真的，然后孝顺的。他未婚呀、啊，宝贝儿。我有个小姐妹是婚。你有个小姐妹，为什么不自己上来呢？看看挤不上来。不是挤不上来，我都看了半天了，我没看到招手。这个得自己同意走上来才行。啊，你们慌没有用的呀。愿意的，愿意的。在哪儿呢？那就那个，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他是重庆人啊，他是重庆的，你们想好了啊，你不要上来以后加个微信，第二天就给人拉黑了。重庆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知道吧啊？嗯，还来吗？啊？重庆开店的吗？你啊？你结过婚吗？都结过婚，所以说我结过婚，你让他上来也没用的啊。你先给你啊，他现在没结过婚，他自己有房子有车子，非常干练的一个男孩子，你知道吧哈、啊？他是事业有成以后，他才转移感情，他想谈恋爱的。对，他是认真的啊，他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摸爬滚打全他自己挣了，没靠父母给他一分钱，自己买房子买车，很励志的一个年轻人，他是真心的。如果你们都是结果，他不接受已婚的啊，不接受已婚的，但是他想要一个重庆的是吧？南昌这边的啊，想要江西这边，因为我现在是负责江西分公司这边，然后我大多数应该要在这边定居。行，重庆也可以。江西南昌的最好了啊，未婚的啊，未婚的，你妹妹是不是未婚的？哪个？他都不愿意上来呀，你看看，我不是，我问你，你姐姐跟你说想让你跟他交往交往，你想不想？你们别推他行不行啊？你看，这就对了，你看人家多好，我不愿意跟这个交往。就是没有眼缘，这就对了，啊、嗯，不能说老天姐姐喜欢了，让妹妹上，啊，有吗？有没有？后面的可以走上来啊，他想找一个江西的，江西这边都可以，啊、嗯，江西很大，嗯。你们老举手的有没有？今天的女孩子有点少呀，宝贝儿啊，女孩子有点少。嗯，反正今天离异的比较多一点啊，也离异的比较多。那你报个号码下去吧，没办法。回来的，反正我在雾女中还要待五天嘛，那边可能年轻人比较多一点，到时候你去那边偶遇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因为我工作也是整个江西跑。如果说有合适的江西的都可以，然后我最想还是想在南昌周边的，合适一点。行，好吧。行，那我就报个号码嘛，183-7912-3373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了吧？好，行，我祝你好运啊！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孩子啊，很励志，而且是很正直，不是说因为就是说来这儿啊上台加个微信而已啊，是吧？啊，这种心态我很欣赏，好吧？行，跟着二婆走吧。啊，你好。现在就是你俩了啊，这下了雨，我不能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，来吧。浙江人啊，浙江人，刚才他也说了一通了，年龄多少？多大呀？我那个也是九四。啊？是九四年多大？来的你这30啊，30岁，现在还有没有向他走来的？他也是未婚的啊，他想找一个未婚的。我也带了诚意来的，如果成了，我直接送他。来，那个女孩子，来。对。王思杰，就一个，一个就行，你不能再上了，宝贝儿，你太小了，年龄。来，啊，来，介绍介绍啊，可以，
你是不是看了半天了在底下？对啊，还不想走啊，他来了都不想走，都淋成这个样子啊。来，你介绍你。那肯定好丑啊。我也一样被淋了。这一来俩人都是似曾相知啊啊。来介绍介绍来。我江西宜春的。嗯，宜春的。对。嗯，年龄呢？29。你30。对。多好呀。啊，你怎么工作？我体制内。啊，体制内。体制内多好啊！他做生意，你体制内，你俩啊、哦。我刚刚没在公司，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做那个五金生意的，就是他们俗称打螺丝。我告诉你，浙江人基本上都是做生意的。浙江人。但是他在南昌这一带，他有公司呀，他有公司有什么的，先聊聊吧，好不好？嗯。个头，他肯定可以啊，他巴不得呢。嗯。你问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认识都可以。当然可以啊。嗯。我没结过婚。没有，他30，你29。对啊，可以去那个查的嘛。嗯，我没结婚。真的没结婚啊？嗯，可以吧？这是我今天最欣慰的一对了，真的。你看我刚才一直没笑，我现在笑了。我都宜春过来了，看了5个都消失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昨天就没上来。那今天挺值的嘛。我也是昨天就来。等一下我可以给你合照。当然可以了，你们来咱们仨照一张吧。啊，你看我现在就是你们爱情的那个砝码吧。嗯，加个微信好吗？单独的聊，年龄不小了啊，认真一点啊。哎呦，你看一眼没有？今天求了个包，旺夫啊、嗯！以后你要跟女朋友发达了，告诉你买别墅啊。我已经有了，别墅我有。有别墅了，在哪？别墅在哪里？在浙江。你啥意思？那个收钱码出来啊你？不是收钱码，我搞错了，师傅。老板经常收钱，一拨就是收款码，收钱收惯了，说一点就点出收款码了啊。哎，下去你们自己聊吧，好不好啊？他是体制内的，看老板说的啊。所以说你放心，他不靠你养的。对，工资没有问题。我保险已经交了10年了。嗯，可以，来吧，手拉着手下去吧，千万不能抱，地太滑了。今天这个地也不能抱，也不能啥。我能给你照一下。来，好吧，谢谢哥你啊。不用谢，祝福你俩啊，修成正果。真的，我特别特别看好你俩这一对。来，手拉着手，照顾好啊。来吧，去跟着二伯啊。来吧，宝贝儿啊，就剩我这一个小24岁的姑娘了，我就害怕。啥？你想不想认识一个朋友？想不想？想。24岁，来，他们要都上你走来，我下不了班了，乖啊，你得给我选一个。24岁，是哪里的？忘了。江西抚州的。是福州的啊。他24岁，你看你那脸，当他爹都行了。24岁啊，福州的啊，嗯，哪个穿白衣服这个？你怎么一眼就看上他了呢？是不是在底下都看上他了是吧？对对对。你们俩在底下加个微信不就来了？快上来来，穿白衣服的，他24，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呀？多大了他？23太小了。你多大了呀？啊？00年是多大？24。24。啊，你也24岁。你笑啥了？是不是你后悔了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把帽子脱了。啊，24岁。
我咋像看着他像42岁？哎呀，你自己选的啊。24，24，你干啥工作的，宝贝？我做电商的。也是电商啊。对。哦，你是售后，你俩是不是？你俩是不是联系好了？露脸呢？不是。哦，那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一个单位的嘛。啊、嗯，以后你俩组团，他卖货，你搞销售，对，你搞售后，挺好的。行，你自己选上加一个吧，啊、嗯，加个微信好不好？嗯。你在底下看他多长时间了呀？现在你后悔也不敢说，自己选的嘛。记住了啊，年龄还小啊，交友要慎重，知道吗？啊，爱情你是冲动啊，你也是很冲动，交友要慎重，知道吗？啊，行的话你们就交往，不行的话咱们就拜拜，好吧？干娘只是给你们提供认识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今天下着雨，那咋下去啊？拉着手，啊，他们让你俩亲一个，敢不敢？帅了，亲一个，这你看这牙，你都像下嘴唇都没了。这人家不尊重这样的。对嘛，可不请啊！来，拉着手下去吧，乖啊！行了，今天时候不早了，散会了啊！散会，散会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下这么大的雨让你们站了很久，今天干娘工作效率很差，没有办法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下午5点咱们不见不散吧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下个几号啊，就是12号天我就要物理周了啊，如果在这儿没遇着了，看看。